for the first round of auction. 这是第一轮的最后一个拍品，是来自于 Giorgio Armani的多色印花华美的晚钟。是的， Giorgio Armani floral print evening dress. 这是由 Armani 先生亲自设计的，大家都知道他们的晚装是非常的典雅，俗语叫做高点大，高贵典雅大方。高点大，什么跟什么嘛，克兰？高点大，高贵典雅大方啊，到这个地步了。对啊，所以呢，应该是很多女士们心仪的梦中的晚装晚礼服。是的，适合各大场合，比如说像今天晚上的晚会，非常适合了，对不对？嗯。 OK，很苗条，绝对不适合我。OK，来，好的，那么的 evening dress from Giorgio Armani， Armani的这个晚装，OK。请各位随意举手。好，朋友们，请举牌，谢谢。我们要多看这里30万的先生。好，举一手就30万。现在的贵宾们也可以踊跃举手。在洗手间。 我们要不要等他出来？有人举手吗？来，我们看看旁边，来，有没有举牌的朋友们？好，请各位镜头。来，现在上菜吗？现在好像是第三道，好像。大家可能都被这个非常 slim 的那个晚装被吓到了，其实未必要真的穿进去，可以拿个框镶起来。好，今天那个是我们的慈善之夜啊，OK， 好的，有没有朋友们举牌？ 这边好像没有人举牌的，很少，可能他们比较忙。有没有那个举牌，给我们一个心意价呢？OK， 我们看看左左右右，现在时间变得非常的敏感。谢谢，谢谢乾隆大哥。你想投多少？出个价吧，出一个价。不行，Thank you, 20万，谢谢，谢谢，非常感谢，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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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，
22万，22万，谢谢，谢谢，22万，谢谢刘江，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，每一次刘江先生都是自己的 Bazaar 明星慈善，也自己拼命的在那边，希望可以买到心仪的拍品，还有比22万更多的吗？有没有比22万更高的？朋友们，来看看左边 ，check out the right hand side， 22万第一次，22万，有，徐浩先生，三十万，谢谢，谢谢，30万，谢谢。好，30还有吗 ？Fair warning， 30万 300,000， 还有比30万更多的吗？刘小姐，35万，谢谢刘小姐，35万，350，还有比30万更多的吗？刘亦菲小姐好像去年也是我们的座上嘉宾，对不对？而且去年好像也是拍得了一件首饰，哇哦，谢谢你，每年都来支持我们，明年再来哦。 好，现在价钱是35万，更多的吗？35万，这个时候有点敏感，随便一举手，是，一撩头发，都可能是当时报价。现在是35万，好 ，Fair warning， 35万还有吗？35万第一次，35万，好像我打高尔夫球，我打进去。Fair warning，Hammers down， 35万，最后一次，还有吗？谢谢，35万，谢谢，谢谢刘亦菲小姐，请上来接受。 您拍摄的这个 Giorgio Armani 的晚装，同时呢，我们要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是鲁豫和苗圃，有请。今天鲁豫的这个造型有点美艳，咱们说的，我都差点没认出来。好性感的小帽子啊！是帽子还是面纱？神秘的面纱。还有这两位，还是要走性感路线了。哦，三位。哇哦！ 三位美女啊，闪亮登台！我赶快溜啊！I'm the only guy， 你可以在旁边当野兽啊，他们绝不介意的。来，请到台的中间来，来，谢谢，谢谢，来，请两位。好，来，这两位。刘亦菲小姐把这个奖杯以及Giorgio Armani 的这件晚装，好，来，来过去，来过去，颁赠给刘亦菲小姐。来，来做个这个交接动作，谢谢。 刘亦菲，来，三位可以，有些两个一起拿着嘛，来，鼓励。
看，你就要站那个裙子后面看一下。请三位各具美姿的美女们放在一起，哇，拍下这个非常美丽的时刻。突然间，摄影师也变多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对呀、啊，美女力量真的是非常伟大。你们这些摄影师太现实了吧？啊，还好意思笑？你不要拍我，不要拍我，不要拍我，我这是 charity。而且善良可以让。